北加州祭孔大典委员会于6月30号晚间在南湾华侨文教中心召开第40届第二次筹备会议。该会是由驻旧金山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金山湾区华侨文教服务中心、湾区齐鲁会馆以及北加州中文学校联合会等四个单位共同组成的。每年都会在9月下旬举办祭孔大典以及优良中文教师表扬活动，以纪念9月28号孔子诞辰。去年受到新冠疫情影响，祭孔大典被迫取消，但仍然举办了优良教师表扬，并制作了纪念影片。祭孔大典委员会让我很佩服的是，他们在去年其实疫情还算，还蛮紧绷的时候，那决定说还是要办一个教师表扬的活动。那个时候我记忆犹新，好几位祭孔委员会的这个委员在我们这个侨中心在研究要怎么搭那个很大的那个孔子像。那时候我们都觉得好像有点困难，因为在户外可能会有风吹的关系等等。那可是我非常 surprise， 他们后来在最后呈现出来的真的是非常的完美。今年适逢该会成立40周年，总召集人陈安东希望疫情能够持续的缓解，让祭孔大典能够恢复举办。因为去年这疫情的关系，所以没有办法主办。那我们今年的话，目前的情况我们看起来是很有希望，所以我们今年是以朝着要办全部的祭孔大典，我们的所有的活动都不会减少。那我们也希望在今年刚好40周年，除了祭孔之外，大典之外，我们可能还要办一个这个40年的回顾展。祭孔大典是非常传统的，所以我们这次所有的义务一定会在那个地方，所有的节目该有的我们都会有。只是说因为现在还虽然是说全部 open 了，但是呢，因为我们还是要符合县政府的规定，祭孔的时间是在9月26号，那天是礼拜天。然后呢，我们的40周年，我们希望能够是在大概在11月的左右的时候来举办。那天那时候来举办的时候，我们可以多展览几天，把我们所有的过去的这些文物、我们过去的相片、我们过去所有的历史，我们可以把它展现出来。而陈安东也表示，由于祭孔大典有一定的礼仪制度，因此届时如果因为疫情考量无法举行大规模集会活动的话，祭孔大典就会直接取消，而不会缩减规模。不过40周年纪念展则可以就实际的状况予以调整。另外，在当天的筹备会中，南湾华侨文教中心主任严树荣也代表侨委员会委员长童振源博士颁发贺状给连任总召集人的陈安东，以表彰他在去年和今年疫情期间两度筹办相关活动所付出的心力。